龟仙人的追思会正式开始。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到了那边也要好好吃饭。听我说了这么多年的话，你肯定都烦我了。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。请问石小姐，是为龟仙人选择土葬还是火葬？土葬吧，这样我还能经常看看他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你刚刚明明就笑了。我没有，而且笑了三次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没笑。很好笑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还在笑？你什么意思？石小姐，你过分了！我不是，你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老周，你唱什么拆家啊？我去，老周，你可以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我以为我家老周脱单了呢。搞定。真的没事了吗？放心，经过我陆神医的针法调理呢，不出三天，保证你的龟仙人生龙活虎，福寿晚年。可是龟仙人到底生的什么病？为什么昨天晚上的医生没有看出来？可能是假死吧，但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检查。朱莉，帮我处理一下后续。好。朱莉，我的心又动了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三言两语说不清，我在车里等你。两分钟啊，快点。小姐姐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我跟你说，是这样，石小姐今早把龟仙人送过来的时候，确实是不太行了，所以呢，龟仙人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懂，你有点意思哦。这个是你吧？是你吗？既然我们的相遇这么巧合，那一定是上天的旨意了。小姐姐，从你刚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就狂跳不止了。可以给我一个深入了解你的机会吗？我还得上班，晚上一起吃。可以来接龟。
开冷吗？这次寒流真厉害，出门记得多穿点儿。听说这次寒流还会下雪呢。下雪？这个冬天都还没下过雪呢，这个季节会下雪？你不信？那我们打个赌。韩剧里不都说下初雪的时候就要表白吗？要是这个季节真下雪了，我就跟你表白。好啊。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信。那你相信有永远的爱情吗？我不信。是啊，激情褪去之后，那也就不是爱情了。所以我们要及时行乐。